佛心啊，是众生不改一性法，文化性精满，不管亲善友，不敬文正法，弃理法义气。啊，这就是要甲大家人讲啊，佛的心啊，还是关心着众生，佛永远啊，这念心啊，就是甲众生的心安尼牵连着啊。伊烦恼的呢，就是啊，众生不改一性法，那众生的根基，只是接受着迄个小乘渐法。不过时间不留人啊，佛陀呢，那人间啊，就已经过了七十几年啊，所以这一心大法呢，不得不赶紧开始。所以啊，在这个中间，也阁看到众生未当通好了解。哦，所以佛陀啦，心也阁放未下。大家人听法已经四十多年了，开始少数的人啊，心呢开始起着那份空过五万，那种的正常万，以为讲。我拢总知啊，我听遐久啊，我拢总捌啊。这种的正常捌的心已经开始了，就亲像提婆达多同款啊，随佛出家，听佛说法啦，以为呢，伊拢总了解啊，所以他。这个正常慢气啊，那在外面啊，真侪谤佛谤法啦，那家己呢，佫开了另外一番的法门，那就是不正确咯。所以啊，文法性正慢啊，不管亲善友，就是。明明啊，正知正见正法，安尼的善友啦，确实有人就愿意远离安尼的善友，因为呢，伊对正法啦已经无起恭敬心，所以不敬闻正法，无爱亲近善友。不尊重正法啊，所以弃理法义气，弃理啦，已经放弃了这个正法的义气啊。就亲像拄只讲，提婆达多，除了伊家己本身的正常慢啊，也个僧团的内底呢。所属啊，有的人呢，就远离了佛陀，弃离了僧团呐，那就对着提婆达多往外去啦。亲像安尼，这嘛就是佛陀烦恼的代志吼。啊，所以佛陀啊，心系众生，不改一性。这是啊，咱这么久长讲的话啊，拢总是差不多佛陀的心态啊，因为佛呢，心所护念的法，在这个时间不得不说啦，却是偏偏呢，在这个会众的内底，也阁有少数人。不改正法，所以啊，
恐惊伊会成了飞蛾，佛陀呢，也阁是保留着。毋过舍利佛啊，就是一再殷勤啊，请佛说法，已经是第三次了。佛陀字字不输佛说，那舍利佛客气不下。殷勤请法，所以舍利弗嘛讲，请佛放心啦、啊。阮现在呢，遮个人啊，就亲像我舍利弗啦、啊，已经呢对佛遐尼久啊，其中总共有一个有1200外人，这拢总是上随众啊，佛所说的法。大家人拢会当信受奉行，除了阮遮个人，也阁有无量正侪正侪人，拢共款呐。因为呢，过去啊，还是受佛所教化的人有遮尼侪啊，所以佛陀啊，请佛呢啊放心，那、啊、请佛陀。会当慈悲啊，来解释这个一心妙法啦、啊。真呢，就是舍利弗代表这多人啊，来向佛请求，甚至呢替大家人保证讲哦，阮听到这个法，绝对会心生欢喜，信受奉行。这是舍利弗的殷勤吗？所以佛陀啊，已经呢，听舍利弗一再再二三，安尼请求，逆时世尊告舍利弗啊，你以殷勤三请，起得不算啦，你今谛听善思念。知故当为你分别解说，哦，终于佛陀呢答应啦，愿意呢，甲伊心所护念一心真实妙法，你讲出来啦，这个一心真实的妙法，开始要讲啊。佛陀呢，还是爱个定灵啊，定灵善思念之吼，爱谛听哦，善思念之啊，那谛听就是爱个大家人讲，爱用恁的文慧听，唔是干那讲。听我知啦，知啦，听有啊无？有啦，有啦，了解无？知啦，知啦，唔是干那安尼念呢？唔是用分别啦来听佛讲的法，爱用智慧来听法，唔是用知识来听法，这些佛懂，爱大家人。谛听，这个谛就是真实，要听
迄、那个真理的心，安尼来听，爱斟酌斟酌啊，用心听，这叫做谛听，啊，就是专一心好好听，听法入心，这叫做闻慧啊。善思，那就是思慧。法听了后，不是听入去就好啊，听入去爱搁再思考，所以咱常常讲闻思修，听法了后啊，爱搁好好思考，这个法内面所含着的道理。万幻的是从一心一念，咱现在听一法啦，无不都是一念中来生万法。从佛陀的一念，迄、那个智慧啊，咱来用心听，爱收纳入咱的心，从咱的心呢听佛的话。那一旦这一念啊，就涵盖万法，真的就是咱爱思听了后，虽然佛陀简单的一句话，其实呢，咱好好个思考啊，已经呢是包含了这宇宙万物的真理哦。咱若好好来思考啊，每一句话都是涵盖着真深的道理。这个话，咱爱讲善思念之，那念呢？念之就是爱修慧，咱爱修啦，闻思修嘛，听了后。好好思考，思考了后，咱爱身体力行。佛陀所讲的话都是善法，善法呢，就是涅槃的因。定定甲大家人讲，涅槃唔是讲啊死啊啦，啊完结啊啦，安尼叫做涅槃。涅槃的意思呢，是寂静的意思。咱的心嘛，那就是啊烦恼万心嘛。整个心拢是烦恼，不得清净啊！所以咱修行呢，从这些污浊烦恼，就是爱一一去除、去除啊，贪嗔痴慢疑等等啊。那虽然去掉了贪嗔痴，但是呢？那也阁有迄个慢，就亲像前回讲过，正常慢，或者是呢，无法度通去理解佛的法，心中也阁有疑啊，那也阁有慢甲疑啦，法也无法度入心嘛，这就是障碍佛。入心嘛，所以咱永远都无法度呢进入涅槃的境界。所以讲起来，善法啊，就是要让咱进入涅槃的境界，就是寂静、寂光吼。那心永远都是光明的，清净无染着，这嘛叫做涅槃呐。那静寂清净，这嘛是涅槃的境界呀、啊。
咱的心，你会当到阿弥的境界呢？等于是已经呢了解了这真如本性，回归真如本性，迄、那个境界就是涅槃。所以回归真如啊，那必定爱有善法，法譬如水啊，洗涤咱的心烦恼啊、无明啊、慢啊、疑啊等等的障碍，都是需要善法来给去除。怎样会当接近善法？佛陀所讲的无不是善法，但是咱众生种种的障碍，所以啊，搁离这个善法一段的时间。啊，要用什么方法啦？那就是第一，爱亲近善友。咱正面唔就是讲过？远离善友，这就是自我障碍。所以，咱必定呢爱亲近善友，就亲像讲，除了佛陀说法以外，净土那净地净见，如舍利弗、目犍连、迦叶等等啦，这不都是拢总是善友吗？那么咱现在啊，两千多年后的现在，同款有净团，咱爱用净地净见亲近净团，这嘛拢总叫做善友，这样真正要爱会当接近善法，必定爱亲近善友啊。第二呢？那就是闻正法，咱来定定呢，亲近善友所讲的话啦，这闻正法，有当时阵啊，听到咱同修啊，大家人听法了后，都一直甲大家人叮咛哦。恁大家人爱固法心地呀，那过去听的话啦，咱爱直接跟大家人分享，听了后好好的思考，思考了后呢，爱大家人共同分享啊。咱现在知影的不断流传落去，拢唔通去互偏差。这嘛叫做正法啦，法是要予咱用的啊，经是一条道啊，这条道呢就是路啊，路都是要予咱行，所以啊，咱爱亲近善友，咱爱听闻正法，咱爱思维记忆吼，听了后好好啊。来思维这个法啊，有适合的现代世间无？这个法呢，我做会到无？啊，我做会到呢？啊，我有伫咧做啊无？这就是咱学佛者呢，闻思修这个善法啊。其实这个善法呢，也阁有啊。五戒十善，这五戒十善啊，是佛陀来人间啊。那要安怎样，和众生弃敌失去？所以讲，世间人啊，那会当修这个五戒十善啊，这叫做世间的善法。
也还有出世间的善法啦，那就是三合六度吼。三合是对家己有利益啦，会当保护咱家己呀，心甲心吼会当保护着。啊，六度呢，那就是利益啦。六度就是六波罗蜜嘛，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。顶顶呢，这拢总叫做善法啦。真正是爱好好用心呐、啊，佛陀的教法呐、啊，在2000多年前，佛陀呢用伊的智慧、慈悲呀、啊、来看待众生，佛心系众生啊，迄、那个慈悲的心都是挂念伫众生里，惊。烦恼众生无法度通了解一生的妙法，所以苦口婆心嘛，一定呢设三圣教法啦，希望众生啊会当接受。偏偏众生呢，那就是文化较古来呢，家己未当了解啊，搁伫这个法的内底起着迄个正常慢。都亲像啊，这提婆达多共款啊，这是佛陀真烦恼的代志。唔只是一个提婆达多，常常讲啊，一生无量恶法呢，嘛是共款，一生无量。所以希望人人信，爱正信啊，烦呢爱正烦。所以咱必定爱亲近善友啊，咱才会当闻正法，所以爱时时多用心啊。